好，随着赖清德要就职，那么中华邮政呢，接下来也推出了所谓第16任的正副元首呢就职的纪念邮票。这当中呢，除了这四款啊可爱的造型之外呢，在520当天跟各地的邮政博物馆都会提供让民众来盖章纪念。那么就是锁定这上面有猫狗图案520呢独特的这个纪念邮戳。中华邮政提醒啊，如果当天没有盖到的话，只剩10天内还能够提醒大家紧急来补盖。最可爱的这个猫狗图案呢，现在人气相当高。